约有八万将士，还有灭我九族的人，正是韩家。他是韩烨。思远，你是帝家后人，你就应该有当年帝家家族翻云覆雨的魄力。再说我任安乐的聘礼是三万水师，而他太子的嫁妆却是整个大晋。我曾经对一名叫做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，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子渊。我叫任安乐，我是来当太子妃的。你翱翔九天之翅，不该折在我的手里。灭我八万将士，还有灭我九族的人，正是韩家。他是韩烨。思远，你是帝家后人，也就应该有当年帝家家族翻云覆雨的魄力。再说我任安乐的聘礼是三万水师，而他太子的嫁妆却是整个大晋。我曾经对一名叫做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，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子渊。